好，那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打潜水机，潜水机，连这个什么你都不知道了？你是刚刚才十四年海南鸡吗？那你试试看我们的潜水机，潜水机吃它的肌肉，很恐怖哦。它也是冷的一种，很恐怖。我第一次吃，感觉像橡胶鸡一样，扯不断的皮，扯不断的肉，怎么硬硬的啊？为什么硬硬？比较有嚼劲，跟我们的海南鸡不一样。海南是是软的，嫩。因为它是不是土鸡的关系？可能吧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在比较完两地美食后，接下来就是新马人在台湾最常遇到的困扰，一样是讲华语，为什么台湾人听不懂呢？好，其实各位还有最后一个疑惑，就是为什么你们讲的华语，哎，怎么我们台湾人都听不懂啊？哎，这个爱晨最有感触的，会吗？但是我华语蛮标准的啊。但你不是有受挫过吗？哦，不是台语，哦，是台语，台语。我们马来西亚有那个 Hokkien 话，啊，对，福建话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跟台语有很多不一样。我来举个例，台语的关灯叫什么？金灯会。哦，我们叫看会。看会，看会，厉害吧？关灯会啊。然后那个冰箱，台语叫什么？冰箱。冰箱。我们是神厨。哦，这个是台语啊，雪柜双厨，双厨雪柜，哦，更古老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你们那个洗澡，洗身躯，洗身躯，我们最厉害了，我们叫长 A， 长 A， 长 A， 长 A 什么？长 A， 长 A， 就洗澡啊。哎，到底长 A 是什么语言？长 A 不知道，长 A， 长 A 就是福建话，长 A 长醉了，长醉比较好听，长醉，长就是冲的意思嘛，老爸冲水。对对对对，结果我曾经那个导演还叫我去拍八点档，他说福建话跟台语一样的啊。结果我一进去跟前辈对戏，一对戏，前辈说：“哎，导演啊，他讲的我完全听不懂。”你是讲啥人听不？你讲什么？没有，他就说你自然语啊，比如说路爱去到本，路爱去到本，但是其对。哎，这个你要去到位跟路爱去到本，这个差很远哦。这个差很远，那 下一句人家演员要可能是接不上来的啊。你演到崩溃下跪哦？我们那时候真的没办法演，像比如新闻歌啊、秀文杰那种等级的，然后八点档都是机器一架好，那台词四页纸就来了，全部台语，那怎么可能对得起？而且真的没办法。今天播晚上录，今天录晚上播。不，重点是台词就直接丢本，丢本给你五分钟前丢给你四页纸的台语，你。不可能啊！结果导演一句一句教我跪下来啊！我说导演，我那个压力很大，我不要演，我不要演好了。那压力太大了。那我们的那个阿尼阿维，你们的话怎么讲？什么是阿尼阿维？哇劳啊，哇劳，哇劳，哇劳维，哇劳，哇劳维，哇劳维，哇饼。在这个飞机上面也出过一些笑话。就像刚刚讲的，就比如说有一次我。从马来西亚坐飞机回来，然后刚好就是中间休息，他们就把灯全部关掉嘛。然后我要看书，所以我就要开灯。嗯。然后我的灯坏掉，然后我就讲，哎，空中小姐，麻烦一下帮我开火，我要开火看书。然后我旁边那两个阿姨跟阿进，他就以为说，哎，你这个是恐怖分子吗？干嘛要开火？把人吓到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要开火，开火，帮我开火，我的火坏掉了，开火，开火，这样子。哦，你们灯会讲火？对对对，会。呀。那你有当兵吗，靖伦？新加坡人，新加坡男生一定要当兵，对不对？新加坡男生当兵呢，也有一些是来到台湾，就是当对星光部队嘛。哦，那也就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感觉，甚至在我比赛之前我来过。那第一次来台湾就是最不习惯就是天气，对，因为我记得是三月的时候来。对，然后在湖口那边，然后有一个叫凤山的，上去5度，不行，我穿了。大概很夸张，不夸张，我穿了6件衣服，两个台湾的军服，一个新加坡的军服，里面一个背心，再加一个大外套，再加一个 Gore-Tex 的一个外套，这样子上去还在发抖。这样也太像间谍了吧？那外面台湾军服脱掉，里面是新加坡军服。虎口啊，虎口啊，虎口。当兵不是要化迷彩妆吗？嗯，我不洗澡了。太冷了，对，不洗，然后大家都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脏？我不管，我说我洗了，我一定死在那里。你不洗，你
不行，就臭死旁边的人。我跟你讲，是他水龙头还没有打开，他光把衣服脱完就已经昏倒了。对啊，没脱，就全身都是泥巴。不管我怕死在，我一定死在那，我就不用。到底有哪些日常生活用语跟台湾是不一样？我们有请老师来讲解一下。郑老师，这个呢，像马来日常生活语，我们去到那边，比如说我别搭汗。没搭汗是什么意思？没搭，我觉得是什么意思？没搭汗，他没有洗澡。我们又不一样。美人姐觉得什么意思？没搭汗。我们是没搭汗。没搭汗，他没有洗澡。我没搭汗，你就吵。没搭汗，快点立我没搭汗。没搭汗哦，受不了。对，受不了。对，受不了。对，真的哦。没搭汗吗？没搭汗。那这个是高辣的。高辣。高丽哦。高丽哦。高丽哦。就是加油。不是，对对，举一个例子啊，你这个人很够力耶。高辣，你要去高辣的，机车，你有的去拍台语剧，你真的高辣的，还在那边嫌东嫌西的。这件事情很 lucky， 很够力这样子。很够力，真的是够力哦。对，或者是另外一个讲法是完蛋也可以，大条了，大条了，大条了。OK， 这个老牙，眼睛，哎呦，那惨吗？很 old fashion 啊。对，老牙卡，不是 old fashion， 他其实也可以说，就是很训的，过气，老气，老牙，通常老牙都会用在车子嘛，老牙卡，开台老牙卡，或者讲东西也可以。对，哦，老爷车是这样来，老牙，对，老牙卡，对，老牙卡。那这个是。进钱，这个我就比较少用。集钱，我去银行集钱。存钱，对，存钱。哎，这个是这个比较，这个比较听得懂啦。对，这个比较听得懂。可以加钱啊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瘦特啊，路瘦瘦的呀，路瘦，路不好洗，瘦瘦的呀。你看他这个人，瘦料瘦，对，瘦料了，瘦料，瘦料，瘦料，你看他瘦料，特别细呀。瘦的意思不是特别细，是你疯了，那是踢笑。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通常人家说呢，你开那个电，对，被电到，烧掉，然后就烧到被电到疯掉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对，踢笑的电，踢笑。哦 ，OK， 好，好。那新加坡呢？一个很有名的东西，新加坡的 Singlish 是。新加坡是英文，它会掺杂中文，有时候一些福建话，还有一些英文，但是英文都不太纯正，或者是马来文，示范一下，什么都有，示范一下，让我来个来个番茄，因为他刚来两年，他的 Singlish 一定是到底很重的，对，先把美露交出来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一个追女生的环节，可我们去夜店嘛？对，例如说看到一个正妹的一个状况，正妹在那里，正妹，好来正妹，也没有别的，不是，静伦你学坏了。